新北市警局首支成立的空中无人机队动员加入这次虎豹潭救难行列。新北市警局表示，无人机可由空拍景象清楚拍摄整个流域状况。连续两天，这支无人机队已出动数十名警力及十架次的机队前往现场支援。他们沿着山区河岸拍摄搜索，辅助地面搜救的不足。记者蔡秀慧新北报道。